大家好，我是古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魔族武器制作秘籍，就是在这个天堂里面呢、有一个签到活动，然后你签到七天之后，他都会送你一个魔族武器的制作秘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的东西。好，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 BS， 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。在这个签这个三条线这边的签到啊，可以拿奖励。那我已经连续登录七天了，如果你不连续也可以。所以如果你登到第七天，都会拿到这个魔族武器制作秘籍 coin， 都是绑定的。那这个东西啊，在这边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说明，说明都说。的制作魔族武器的材料道具，好，就这样。那这个东西要干嘛？这个东西就是来制作魔族武器嘛。那我们可以来这边制作这个项目，按下去。然后这一个卷轴可以做哪些武器呢？可以做雷雨之剑吗？没有魔族武器的项目，所以大家不能做雷雨之剑。那大家只能做魔族的武器，这个魔族 title 的名称。啊，他这边就写魔族武器制作秘籍一之一，可以期待。你也可以用一般的蓝卷来做啊，或者用武器制作卷轴。那、通常我们都会用这个魔族武器制作秘籍来做啊，这样比较划算。用这个其他卷轴有可能会有点浪费。那他可以做哪些呢？他大致上的可以做四把。四种武器啊，第一把就是这个魔族之剑，魔族之剑都是骑士、妖精、王族可以拿着当手剑，然后大型目标24、25，小型目标23，命中加3。然后要注意一下、这个魔族武器啊，魔族系列的武器安定值就是0，安定值是0，所以你冲加1有可能就会爆掉。然后因为它没有加持术的原因啊，所以它的命中会比其他的武器啊要低，然后伤害的幅度也会很大，就是像这个小型目标23嘛，那你打怪的人会伤害是一，伤害一到伤害23之间来跳动，人打怪打一下伤害只跳一而已，就是扣一滴。例如啊，这是例如扣一滴，那有可能会飙到23，可是飙到23滴的几率是很低的。那如果你的武器有加6，你的假如这个魔术武器有加6啊，就会变成小怪从6开始加，开始扣，就是它不会从1开始，它会变6到29，因为23加6嘛，6到29之间来跳动这个range。所以你没有加零，没有加持，用加零的话，这个伤害的跳动的幅度很大，伤害会没有那么高。然后还有哪些武器呢？还有这个弓箭的部分啊，魔族弓箭，这是单手弓，所以你可以装盾啊，还是装那个臂甲，然后它的额外攻击加6。命中加3，然后伤害都是2，然后再有这个蓝恶魔的夺，蓝恶灵的夺魔，这都是伤害技能啊，大家也不会回魔。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呢？还可以做这个斧头，斧头在这边，这个额外攻击加2，啊，骑士跟王主可以用而已。然后小型目标25。哦，然后一样，它可以使用这个白恶灵的逆袭，这也是攻击的一个技能。这个，还有拐杖、魔杖，两边这边魔族
恶魔魔杖，魔族魔杖，啊，大家法师可以用而已，然后命中加四，然后大小怪的伤害是16、15，魔力回复加3，魔攻加1。不过也没有其他的回魔的武器哦，也可以多一把来用啊。好，那这些你要有这个制作卷轴嘛，那还要有额外的一个材料，像这个要最高级的铁，最高级的铁要怎么得到呢？按这个制作，啊，它会跳过来，要用这个最高级的铁。要用这个高级的铁十个才能做一个，那我们的材料要几个？要四个，所以我们要40个高级的铁。那高级的铁要怎么做呢？高级的铁要10个铁块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要40个铁，高级的铁，所以我们这个要做40份，40份的金币是多少？5×4=20，200万。这个高级的铁就要做200万了。然后我们再做4个最高级的铁，4个就是40万，240万，240万跳回来这边。再加50万，290万的经费啊，多一个等于290万。但是祝福粉末一开始有送，好，这边有出处，祝福粉末就是你的签到，签到这边有中200个，第4天的时候，那如果你把它丢掉了，你要怎么得到这个祝福的粉末呢？我们可以来这个药水杂货店买这个溶解剂。买一个溶解剂，然后来这个武器店买它最便宜的武器。最便宜的是那个1800。然后我们把它溶解，然后它会消耗溶解剂，然后获得一个祝福的粉末，这个、就是粉末的快速取得方法。那我们这边就有粉末跟那个了，小云有做了就有了，有这个最高级的铁有4个，然后还有粉末200个，还有金币就够了，你就可以多一把，多一把大概要，那算了吧，290吗？还是240？反正很贵啊，多一把目前以新手来讲是算很贵。那如果你要直接买这個最高级的铁，就是来这个制作，来这个交易所，如果你有50等啊，可以来交易所这边买材料，有一些玩家会卖一些材料，你就可以不用花费那么多金币来购买这个材料的，然后来做这个最高级的材料，都是可以省下很多的，只是你要花钻石。那我们的材料，像这个铁块要去哪里打？如果我们要自己打，要去哪里打？我们可以到这个古鲁丁地间，好，这边啊，这边有一些骷髅怪物，这种骷髅啊，就有可能会喷那个铁块，所以我们就关，你看又喷了，马上就喷一个。那你可能要挂的一两个晚上才会有400个铁块哦。不过这边也很好挂啊，就是小怪很弱。那你挂一挂，应该就有材料可以制作这些装备了。那
建议不建议做这个装备呢？这是在基于玩家你的身上有没有好的武器。如果你身上没有好的武器的话，像是加六的大麻，或者是加六的射乳机，没有这些以上啊，如果你没有这些以上，你还是用其他的武器的话，如果你没有钱可以买五卷啊，你没有钱买五卷的话，就没办法做武器嘛。基本上，如果你有加六的射武机，我就不太建议你去做这个魔族武器啊。这个魔族武器可能要在高加持度，像加六啊、加五以上才会比较好用，但是它的安定值是零，所以很难拼到加五以上。所以目前是不太建议大家做这个，等你有钱的时候你再来做就 OK 了，因为你做一把可能你就没办法，没有金币来传送了，跟我的那个骑士一样没有金币在传送，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啊。好，以上是这次的介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以上是这次的分享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在影片下方点选喜欢并订阅频道，感谢你。